那个跟那个跟师傅聊天，基本上都可简单了，谢谢师傅。完，那师傅也不理我，也不回我，因为我也有的时候聊聊天，可能就不知道哪句话就整不对劲了嘛，就是话的说的就比较少。好像四师傅也比较了解我。也不跟我说话。你看啊，我跟师傅的老简单了，不是老简单了。你看这个是啥时候说的呢？这是9月1号说的，师傅一句话没说，就星期天的时候跟我说了仨字，客气了。我说谢谢师傅，哎，抽空上线了吗？我说谢师傅大宝鞭宝，师傅就给我仨字，这呢，看到昨天星期天的时候就给我仨字，我话都比较少了，师傅的话就更比较少了。最我俩聊天的记录，啊，对，是20几号呢。他跟我说的话是上个月25号说的，就是跟我说了一句，他过生日跟咱过生日是那个，我说那个啥，我说那个过生日跟那个咱那个生日一样，就从那儿到现在就跟我说了三个字，就是从8月25号到今天就跟我说了个三个字，客气了。就同一天，对，简单明了，怕你看不懂。因为上那天我没直播嘛，那没白天没有直播，师傅上了线就，我说感谢一下师傅，师傅也没理我。老人家了就玩的比较随意，是的。那我这人吧就可简单了，说话也比较简单，就其实满满的那个心意挺多的，但是话就不会那么五颜六色的说。小本啊还得学习，小本就是不行。你的理解能力太强，我还好吧，就可能现在就熬夜熬得有点熬傻了。我以前真不这样，我以前的话聊天还好，我现在可能就熬夜熬得有点傻了，我觉得我自己。大家尽量也少熬夜。我来个这个最新的人，翻过了一座山，越过了一道弯，了向前，感谢人间的爱，传承了千万年。清明好友笑开颜，梦里梦外夕阳春光暖。花开山高那个红艳艳，绿水青山不问是何年。离家的日子又到了冬。我最亲的人挂牵，门前的小树已成
名叫最亲的人。当当当当当当。做摘团任务，兄弟们可以用棒棒糖做摘团任务啊！嗯，谢谢我大车哥，祝大车哥中中中中中！大车哥今天中那个中蛋糕几率可高了。哎呀，我要打喷嚏！我能看见大家打字，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就回复不了，就是那么全面。能看见的，嗯，你们夸我，我都看得见。心里美美的，嗯，你们夸我都能看得见，就是不能一个一个的，就是挨个的去就跟大家回复啥的。谢谢我们的金善一哥。今天卡吗？我觉得今天还好。啊，今天是不是我今天那个用蓝光了？师傅有没有什么感觉不一样？蓝光，我昨天呢，以前的时候都用的是高清，今天是蓝光。选择性失明，那是看着不好的东西我们就不看。有人夸我，当然多看两眼了。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，就是都会靠近美好的事物，远离不好的事物。蓝光文件大了许多，那是不是你看看做个视频出来是不是比较清楚？高清还卡，我只能用流畅了，是吗？那么有那么卡吗？等那你那个啥，换一下那个流畅模式，流畅模式可能看我就那个啥了，就比较，就没有那么清楚了。不卡，除非就是你本身的网就是稍微有一点卡，完了之后，就又有一点卡。哎呀，美人痣好明显，没办法呀，是不是我嘴上这一个？那我不，那他已就有啊，你是没整啊，他也，这整不下去啊，这玩意儿。行，有个这个行，以后你再跟我长得像的时候，你看看嘴上有没有痣，没有，你就可以鉴别了，这不是肥。就是你长什么模样啊，人家我就听老人说你什么身上有痦子呀，脸上有痦子呀，轻易别去弄。嗯，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，人家说是就是你小鬼啊什么来收人啊，就查你身上有多少个痦子，哎，你学习了给你查错了就给你带走了呢，你就啥也不要动，你就现在长什么样在那边长什么样，万一你整差了，你跟别人长得像了，你给你带错了呢，带走了呢。啊，那是痦子吗？啊，我也不知道是啥，我也忘记了。就是以前听什么说是痦子还是长痣，反正我就不知道了。那你命好，可能给别人带走了；你命不好，给你带走了，咋整？你这谁说的？就是老人说的，都好久了吧？你老笑啥？你好像，哎呀，你笑得我笑不会了。牙没那牙没听说过长多少个牙啥的，就说那个那是小黑点是啥玩意儿了，忘了。小颗牙那我也不知道小颗牙它有没有啥影响，牙不知道。
正直没法力啊，不要相信，不要上当受骗。嗯，不要迷信，不要当真，一说一笑还好。欢迎酒窝哥。但我就属于那种特别怕疼的，就是无缘无故让你疼一下，我是接受不了的那个。痦子和痣是一样的呀，手上那个包还疼吗？疼，但没有以前疼了，就是能挺住的话还是尽量不手术。疼，那这个疼和你拉个口的话，就这个手这个地方，它这个骨头是以就是肿了，就支出来了，有点。就现在的话都不太，现在你能看出来吗？都不是特别太明显了。但是要是如果特别疼，我一天下雨就有点疼。人告诉我，那我这是骨头，它不是那种筋包，我去拍片子了，是骨头。骨头底下有一个叫什么了？我跟你说完就忘了，就说完了就忘记了。你更坏，听话，咱不打麻药，不疼，我打你。不是金巧眼。不是，我问了，我去拍片子了，拍了一个骨头片子，还拍了一个肉的片子，叫啥片儿我就不问了，一个是看骨头的，一个是看肉的。拍了两个片儿，当当，有点好像是增生有一点。来，各姑。这里面就是从啊，我还核磁，不是核磁吧，就是一个片子，那玩意不叫核磁吧，核磁那玩意挺贵呢，我还不至于上核磁，那就大手术才能上核磁。你说那太吓人了，就是骨头下面长了一个叫什么东西我忘了，囊肿，对，叫囊肿啊什么，不能剧烈运动，一剧烈运动就那个啥，他就这个起来，他就把这个骨头就顶起来了。个新的来个草原，儿美花儿娇，一座白白的蒙古包，小伙帅姑娘俏，品尝爱的味道，鸟儿飞鸟儿跑，一望无际的绿香草，春天里风光无限美好。我这以前是卡过这个手，完全没当回事，也没绑石膏啥的。风儿美花儿俏，一座白白的蒙古包，小伙儿帅姑娘俏，品尝爱的味道，鸟儿飞鸟儿跑，一望无际的绿香草，春天里风光无限美好。青青月香草，盼望你来到，喝上一杯马来酒，吉祥陪伴直到老。一粒月香草，多么的妖娆，骑马迎风向前冲，感受草原的心跳。羊儿飞，鸟儿飞，唱着羊儿飞了，羊在天上飞啥呀？谢我动听歌。青青月香草，盼望你来到，
嘴也老瓢啊。您这原唱是鸟儿飞羊儿跑，我直接唱羊儿飞鸟儿跑，给唱反了。羊插上翅膀，哎不对，羊要插上翅膀它是什么了呀？小马新歌，没听出来哟，你就天天唱的就听不出来了。噔噔噔，杨飞。哎，那个羊要插上翅膀，带个脚是什么了？忘记了呢。啊，对，那是独角兽，它是一个脚，羊是两个脚哈。欢迎飞靠近，小胖相亲成功了吗？没有，你小胖没相中。好像连微信都没加吧。平时的话可能啊没事，嗯，还加个微信什么的，就直接就给 pass 了。小胖要求不高，主要他那啥呀，那个不好，这直播间说。反正除了我没看着，我睡觉了，除了我没看着，你都看着了好像。肯定不帅吧。嗯嗯呢，小胖属于那种颜值控，你看他那手机的屏幕，就是那小伙叫啥了，我老记不住，给你们看着过，记不住人叫啥名。哎，忘了那叫啥了，他叫啥了，我给你们看过他那手机屏保啥的，你得换一换了，你比较颜值控。嗯呢，任嘉伦。啊，对，任嘉伦好像是班师傅。师傅晚上好。哎，这个好久没唱了吧？来个那个小行囊。欢迎师傅回家。小心啊，有点低哦。眼泪落，车票上，陌生的城市啊，找寻我的梦想。这世界在撒谎。笑
没推出去。他刷了50组蛋糕。你猜他中了多少？你猜他中了几个嘉年华？谢谢师傅，欢迎老头哥，中了三。你们能不能就等我说完了你们再说？我已经干一杯。
唱歌最好听，谢谢大家送来的礼物。可以是你们研究哥啊，师傅这个包你赢四组，没娱乐性质。那行，那我就跟你们走啊。完了，那个麻将哥、苍狼哥的意思呢，就是跟2000、5000有点太大了，是不是这意思？苍狼哥，是吗？对吧？就是刷5000，那2000，那个5000有点多，完了跟2000，最少的补2000，是这个行不？一起刷，完了苍狼哥的是三个人一起刷，那也算是我，算是我吗？这是。我又给我整糊涂了。有你啥事儿啊？没有我、不是麻将哥的意思，要带我啊？那不带我，三个人的事儿。好，那我明白了，跟我没有关系是吗？
现在基本上那个师傅跟苍狼哥的意见的差不多，就是钱数不一样，就是那个礼物数可能一个是5000，一个是2000。完了麻将哥呢，就是到达一定的8000，完了那个再跟5000，完了还得带我，就现在是这个意思，对吧？完了，就现在就看麻将哥怎么平衡一下这个怎么玩。啊，麻将哥也没带我。要不我给麻将哥，麻将哥问你连上吧，问你连上麦吧。你扣字的话，你就着急了呀。你就开麦说吧，要不，你这样的话你就能开麦了，麻将哥。嗯，麻将哥的意思呢，要是有人出了8000，你给整5000；要是没有，你就不用啊。这也行啊，那不用啊，那不用也行。现在就是出两个方案，麻将哥的意思呢，就是有的8000的。那个我给8000的5000是吧？啊，对吧，没有的我就不用出来了。现在苍狼哥呢，就是必须的底线呢，就是苍狼哥的底线不行，就是仨人一起刷。是那个苍狼哥是仨人一起刷一样的，可以仨人一起刷。嗯，这个可以一起刷。你俩骗我。是仨人一起刷，苍狼哥他们俩还没，他们俩刷完了已经。但是你要说再刷一遍，我麻将哥和师傅也可以再刷一遍。嗯，啊，那意思啊，苍狼哥的意思，三个人一起刷50组，就一起中奖率高一点，是不是？是这意思吗？跟你没关系，费劲了干啥？这个公平，没有骗你，这个公平。我也同意麻将哥这么玩也行，师傅那么玩我都同意。完了，现在就三个人统一一下玩法，完了就可以了。嗯，刚才我刷了。嗯，他们没刷。人家苍狼哥说他刷了，你俩没刷，但是他俩之前刷了。这个我们又来一轮了，苍狼哥。苍狼哥的意思是从刚才他那轮就开始算，是吗？就是他已经是一号了，完了之后他排第一号，完了之后麻将哥，完了师傅，这样算是这意思吗？这已经刷过了，完了到你俩了。就是苍狼哥，你手背没有到8000。嗯，苍狼哥的意思你也得刷5000，没到8000你也得刷5000。完了，你要到8000的苍狼哥也会跟你5000，就是现在就是一人5000，一人5000的轮。刚才不算，啊，我有点懵了，给我整的。让他仨说，我们一起刷。嗯，别说了，让他仨说吧。嗯，啥不是？苍狼哥的意思是现在开始要三个人一起刷，就是从现在开始也是一起刷，就是我苍狼哥刷的时候麻将哥也刷，完了就是三个人一起刷，总共是150组都一起刷出来。你的现在规则还没讲好呢。是可以一起刷，现在我们一起刷。 OK， 明白了。嗯，行，这次一起刷，谁少补2000，你俩同意不？这次一圈谁少补2000，少的补2000，怎么方胜负，就这个就是胜负。完了到那这样规则我给你们定吧，就是你们仨先玩着，谁输了谁补2000，如果说谁到了8000，完了加上我，
这样行不？就谁到八千了，我再出来。完了，最少的你们玩，要如果都没到八千的话，你们玩，这样行不？这玩意公平吧？就谁到八千我出来，谁不到八千就你们仨玩。完了我玩奖，这样公平吧？嗯 ，OK 了。哎呀妈呀，我终于整明白了。哎呦我的天呀、啊！我想和你互动，我在呢，可以问一下师傅。完了，问一下麻将哥，可以不？管理截屏榜单，好嘞。王老师截一下榜单，不是两千，是五，是五。好了，这回明白了吧？我不，不用，不用，就正常，就咱们就玩就好，不用连，不用连，嗯，不用弄。我整个那个啥，对，我开个那个卡座子。哎呦，百元马的兄弟们也可以，万一插十个蛋糕，万一中了呢？开个金主啊，好。三个人都开，都到了八千，腿哥会不会哭？我不会，我会笑着哭。我要不我就哭着笑也行。说话指定算数啊。好了，现在准备开始了。兄弟们有刷十个的捡漏的啊。大哥刷的话，兄弟们也可以刷一个的蛋糕，或十个蛋糕也没准儿。一起刷呀，行，来吧，我就不转屏了，他们说转屏瞅着有点乱啊、哦、兄弟们准备捡着十个的，一个的捡漏啊、哦、开始吧，现在倒数五个数啊，师傅麻将哥还有苍狼哥，五四三二一，开始，一起抓吧，来吧，小麻将哥，显示傅，谢谢苍狼大哥，要补两千。
吧，现在就是灿烂哥补2000，你才叫铲出来了。没有啊，你差一点点我师傅就带走了呀。中奖了呀。苍狼哥中奖了。苍狼哥是我给用转屏吗？好像不用了吧，我看看啊。苍狼哥是多少了？对，苍狼哥是5576，完了麻将哥是6600。等会儿啊，我这怎么动？6616，三师傅是7019。哦，中了2000。啊，你给我说懵了啊！对，中了2000，就是补20组，确定是我吗？嗯呐，确定。那个啥，苍狼大哥这儿呢，1、2、3，最少那个苍狼哥，这儿呢，最少苍狼哥这儿呢，5000多，师傅是7000，麻将哥是6000，欢迎老虎哥。有金主不带差的，等会儿重开我就重开金主。又不能骗我吧，我是一个非常守信任的人，从不作假。不能作假，就是打开金主那个地方就能看见。我们也可以攒着。攒着也可以，心疼我苍狼哥。哎，再次感谢师傅，谢谢我啊，麻将哥，谢苍狼哥。金主做不了假。OK， 这20组也没亏呀、啊，我重开一下金主啊。好了，我重新开始了，已经重新开始了。有没有要跟我们一起玩的？当当当当当，还要继续吗？我问一下麻将哥。也问一下苍狼大哥，还有师傅，还要继续不？再来一个人啊？谁还要来吗？咱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一边玩不动了，主要是麻将哥给整的起步太大了。好像YY没有玩那个这么大的，我也没玩过呀。他俩坑我。苍狼大哥，他俩不会坑你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就是谁最少了，谁补，再补20个蛋糕，20组蛋糕。你把4师傅叫，4师傅应该有事，没事他指定来了。别叫了，不能叫。要不来去了，要是那个啥话，要在的话他指定会来的。应该是去忙事儿，咱别打扰。就咱直播间玩。来10个1000的，看看哪个没。1000的怎么玩啊？就10个10个的蛋糕吗？为什么我最少？这就是纪律啊！
啊，10个，1个10组的吗？为什么我最少10个人？10个人玩吗？10组啊？你知道为什么我直播间就玩不起来吗？就是你讨论规则的时候就得消耗半个小时。你们配合他们欺负我。10个人玩1000块的，是这意思吗，麻将哥？就是对，10组他比较容易亏。10个人玩5000的。啊，对头，那得报名了，有没有报名的啦？那就除以五呗，那除以五是多少？我算算啊。2000除以五是等于多少？8000除以五呢？8000除以五，1600。我这不是那个啥哈，不是玩那个什么，就是纯属就是跟那个跟兄弟们自己娱乐玩。咱也不止这营生那个啥，就是纯娱乐玩。那麻将哥，我数学不好，你定呗。我不会算呢，这玩意也。就是纯娱乐。麻将哥的意思，每人10组。麻将哥说10个人，那个三师傅他有事儿，他好像有事儿出去一会儿，一会儿回来。10组都有点亏，亏的最多是我苍狼哥。苍狼哥今天晚上亏怎么不是5个人吗？啊，5个呀！他那个没事，那个没来，他那个苍狼哥就变成4个了。对，苍狼哥你又亏了。我苍狼哥说不可能，我垫底，你把那5个整出来，谁帮我那个啥？谁帮我啊？谁帮我再来凑一个？要不然我苍狼哥，他老丁说我骗他。有没有来个10组的蛋糕帮我苍狼哥补上？又骗我，没有。凑的时候就没凑上5个人，就是那个啥，这个不服呀。要不找不出来叫小胖来凑数吧。能找出来，早知道不刷了。我指定能给你凑上，苍狼哥，你等会儿了。我护眼，我摇人，我摇人。兄弟们，有没有刷10组蛋糕的？帮我凑一个5个人。遵守游戏规则，你别着急，一会儿我就凑出来了。那我遵守，我不玩赖。有没有拯救一个场的？救救场的，凑10个蛋糕的，凑100个10组蛋糕的。总体，苍狼哥今天晚上是不亏，是赚的。人数不够，主播来凑。你别挣扎了，绝对有救我的，绝对有。有没有哪个大哥来10组蛋糕呢？没事儿，如果说你要是排第5名，那个算我的，我来掏。如果我来救我的那个，如果你垫底的话，我不可能让你输。你要是输了的话，我掏10组。苍狼哥，我觉得就是再来10个，他也不可能比这个再低了。亏的也太多了，亏了350。刷盒子行吗？刷盒子是多少钱一个的？百度网友哥，
它也是1块钱一个嘛。谢我心飞翔哥。谢谢我心飞翔哥。三郎哥还是你垫底儿，你们五个人了，是五个人了。我们要遵守游戏规则，盒子也行。谢我心飞翔哥，我心飞翔哥912，亏了一小点点，一小点点，盒子大奖还贵呢，刷盒子也行哥。心飞翔哥，912，笑出内伤了你。苍狼大哥，你又中奖了。盒子里面有土耳其啊，可以啊。谢谢我师哥迷送来的蛋糕 ，Thank you。那咱得遵守游戏规则，苍狼哥还得来十组。这次十组是那个，这次是不是这次十组是垫底的，嗯，就谁最后垫底了谁掏十组。苍狼哥说，你说进来看看这欺负新人没有，那你他真的就这样啊。这是奖励的十组啊，奖励再刷十组。主要是那我哥苍狼哥，我建议咱得买彩票，你说这么多机会都攒中了。当当当当，什么时候刷，什么时候刷，是不是百度网友哥你要跟我们一起玩啊？那个我不知道那个盒子跟这个蛋糕是不是一样价，如果一样价的话就一起玩呗。没事，我麻将哥还可以玩，现在也可以刷，啊，现在也可以刷的。刷多少啊？那个盒子的话是刷多少呀？跟那个什么，跟那个蛋糕一样价1000，中奖了也不刷了，中奖了也不刷了。没事呢，你不上我的。可以刷1000，可以，百度网友哥，你要刷我给你卡一下咱家马甲啊。没事，再给我苍狼哥一个机会，就六个人。如果说六个人你要再那个啥垫底的话，苍狼哥你真得补上了。苍狼哥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，玩了，不玩。那这样吧，那个百度网友哥要重新开始，那我重新开始一局啊，那我重新开始一局。本场有最终解释权，他们会天天问你，嗯，麻将哥收了小号。我重新开始一把哟。好了，这回可以了，十组蛋糕，这游戏只坑我，没有只坑你，他这个游戏，那谁到了那咋回事呢？玩2把都是你那个，你再试一把，这绝对不是了，嗯，像我们的百度网友。百度网友哥上榜是752.7块，麻将哥，这是几组啊？他不是这是1000吗？
要1000哦，要刷出1000哈，我看几组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，再啊啊，现在1000多了吗？啊，1000多了，那是我卡住了。这个应该是不亏，我给你们绑住百度哥卡一下马甲，卡上了，赚了22块2。下次，你定规矩，下次最少的胜也可以。那也行，那灿狼哥，咱这局是最少的胜也行。听你的，那不行，人家百度哥都刷上了，您的百度哥都刷上了，这个在哪玩的？这个是要上网页玩的，苍狼哥。对，这局不能变，你等下局再变，你不能人家都刷完了，咱变不好。啊，麻将哥，苍狼哥，麻将哥，这局现在好像就下局，那你这局的话，人都就自己刷也不好呀。那您百度哥，你好不容易玩一局，你们都不玩了，你们都等下局了，说不太好。你百度哥都问好多遍了，怎么玩啊？怎么玩啊？怎么玩啊？这局苍狼哥不能赖啊！对呀，苍狼哥这局你得玩，这局等下局了，谁最少的谁赢，这局还是谁最多谁赢。还是跟上一局是一样的，要不然你看百度哥自己在这多孤单呢。麻将哥再整十组，苍狼哥再整十组，还有没有再整十组的了？欢迎无名哥，晚上好。先定几个人，哎呀完了，这百度哥这不在这寂寞了吗？先定几个人啊，那你们谁玩啊？那我们重新定规矩哈，玩啊，行，先定几个人，那五个人就是每人刷十组蛋糕，就是1000的。不行，你来定吧，苍狼哥这规矩。要不然你总说我骗你，你定，要不？你定，你说多的赢还是少的赢？你说多的赢还是少的赢？你定吧，苍狼哥。我看麻将哥咋的都行，我麻将哥你只要定了就按规矩，麻将哥就必须按规矩来。玩啥？就是刷那个鸡，就是那个叫啥了，蛋糕，刷十组蛋糕，十组乘以100个，完了最多的那个，不是最少的那个输了，刷都最少那个输了是刷1000吗？再刷1000，最多的那个如果超过2000的话就得1000，是这意思吗？百度哥这局要哭了。我好像卡住了呢。10组100的蛋糕啊，但这局得上啊，这局就跟上局一样，最少的那个还是最少的那个就算中奖了，就是输了啊，就算输了，就是每轮就是10组100个蛋糕。对呀，你这轮的话你得上呀，那百度哥都在这等半天了。一轮最多5个人，上局是3个人吗？上局也是5个人，你也是输了，苍狼哥。
就要谢了。百度哥先跑上去了，你上啊，你都上了呀，你都在上面都等半天了，你们也不上嘞。上局的时候都这么喊你们，你们都不等人家，都没赶上上轮。百度的局几个人？百度跟那个跟蛋糕是一样的，是那个是，百度是也是以前，是以前不？也是以前，目前是三个，目前百度就一个，是一个，就这个叫百度的网友小哥哥，他是百度那边的。谢孩他爹，孩他爹好像还垫底儿。无名哥先等会儿，都已经上了两位了。苍狼哥，那他一样多，一样多，他也是排下边儿。那得看排名呀，那一样多，他也排下边呀，主要是。谢谢苍狼大哥。苍狼大哥这局又赚了1240，先下手为强，看出来了，这还得是先刷。我麻将哥，麻将哥，百度哥，百度哥还来不？谢谢百度大哥。也没，好像也没亏，哎呀，好像亏了一小点，8000，对，817，现在遥遥领先的是我们的苍狼哥，还是他爹，还是垫底儿，麻将哥。麻将哥，你别跟他们刷的一样就行。现在目前的排名呢，就是最后两位，还是他爹呢和那个无名哥是一样的数，但是呢都是624。按什么算呢？按排名算，按排名算。孩他爹郁闷了，你说玩玩两局还垃圾费。这局还是跟上局一样。并列倒数第一，你还一下讹两个，那你还要讹无名哥十组啊？孩他爹，你是我的偶像。三狼哥说：“孩他爹，你是我的偶像。”我麻将哥还来不来十组了？有没有还想来十组的了？差一位。来前好好的溜达溜达，想听听歌啥的，一个歌没听着，掉坑里了。来完这局，唱首歌给我们孩他爹啊！拜拜，我是雾神。都没整明白，就是最后的一个，我们玩就是最后的一个呢，就是再罚十组。如果说这轮如果说第一个超过2000的呢，就奖励十组。麻将快一点，麻将哥，我苍狼哥说麻将哥快一点，麻将哥估计睡着了。游戏规则你定的啊？啊，对呀，麻将哥，游戏规则你定的啊。现在我苍狼哥，玩上瘾了。江哥，你可不能跑哟！要不这样吧，我来首歌，正好给我们那个孩他爹，还有无名哥什么的进来都没有听歌，还有百度哥都没有听歌，我来首歌，估计麻将哥睡着了，有可能。
因为麻将哥今天喝酒了。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，天马行空的生涯，我都喝了喝了。你的心了无牵挂，苍狼哥上头了。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。我宣布，无名哥不是无名哥睡着了，麻将哥弃权，估计是睡着了，睡着了，太晚了。但是垫底的还是孩儿太低。